是我起草的，包括那些给男宠的小纸条。近来伏击之术泛滥，总是被莫名其妙的召唤。这又是哪个时代？虽然我个人并不是很想请他来，但是今天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。当我手上的这个神秘小盒子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能玩会。他就是我们的上官婉儿。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上。哟，这小豆包最近这么上道啊，还送起礼来了。莫非他也想爬上王五皇的龙床？这种小盒子我曾见过的，手机嘛，去年冬天姑姑过来的时候就见过了。这只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哦，红色正是我们唐宫流行的颜色，从五皇的石榴裙到我的落梅妆，甚至朱门宫墙都是这样的红色，颇有我们唐宫的气韵呢。EMUI 8.0系统，1097年芯片，光盾的芯片 MTU。你跟我传的什么纸条啊？太难为我们古代人了吧？哼，哎呀，手机嘛，我知道的，有一个叫拍照的功能，比宫廷画师都厉害。画师有时候太写实，把娘娘公主们的腮帮子啊画的碗那么大，很容易被砍头的。但你们这些21世纪的人就不同了，拍起照来，哎，源于本人，高于本人，颇妙。听说这个手机有2000万 AI 变焦双摄，哎呦，很厉害的智能场景识别功能，它能看得出你在拍什么场景，是实物，是人，还是狗物，可以通过不同的场景匹配不同的色调，做画面效果的优化。说人话就是，它是一个会帮你自动加滤镜和立体美颜的手机，这样你就完全不用美图秀秀后期了。让我来试试看，要是真的这么好用的话，我给他们也带一台，这大明宫里也少落几颗脑袋。书海里徜徉的感觉，比如你今天穿得特别漂亮，想在镜子前自拍一张，但是身边却堆满了杂物。有了这个功能，你就可以穿越到古代楼阁前。最后就是这个人脸解锁功能了，密码也许会忘，但我的美一定让你过目难忘。来个五皇 cos， 你连拍吧，五皇看上你了。五皇被冒犯了，你拍到朕的裙子了。充满童趣的五皇。黑化五皇，你还真是你家五皇的脑残粉呀。